砂锅盲盒。嘿，老板，你这个砂锅里面真的有东西吗？那必须的呀，不信你自己打开一个看一下。那我打开这个了啊。哎，这是啥呀？黑钻版30包？不是吧，小伙伴们，他这个砂锅盲盒里面的奖品这么劲爆的吗？那我一定得尝试一下。老板，你真有这么多奖品吗？那必须的，你看这边。哇，这么多呀！必须的，你抽中哪个，这个随便拿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这么多呀！这要是被我给抽到了，以后我就不愁奥特曼卡片了。去，你玩不玩呀？哎，玩，别打扰我做生意啊！真是的，玩，这个多少钱一次呀？50块钱一次。哎，这么贵？这我也没这么多钱呀。老板，没有钱可以玩吗？啊，没有钱呀？这样，看到没有？我呀正在收集奥特曼卡片呢。你可以用奥特曼卡片来换，一个卡片1毛钱。什么？一张卡片1毛钱？哎呀，那我得去找我那几个姐姐要一下了。大姐，给我一点奥特曼卡片吧。先给你10张，够吗？10张不够呀。不够，那我就再给你10张。哎呀，20张了，还是不够呀。怎么还不够啊？得了，把这50张都给你算了。哎呀，谢谢你，大姐。老板，给你，这里50张黑钻卡，1张1毛，总共50块。哇，你收集的还挺多的呀。行，来抽一个吧。好，等一下。让我先把这个盲盒摇晃一下。这是什么操作呀？好，选吧。我抽这个，我刚刚就是抽到这个，里面30包黑钻版了。要这个是吧？就要这个。好，来，你看看。怎么只有1包传奇版呀？老板，这里面不是有30包黑钻版吗？刚才都被你看到了，我肯定要换地方啊。小伙伴们，我感觉我亏了呀，我50张黑钻卡就换了1包传奇版。怎么都是一些废卡呀？USR 卡，泰罗奥特曼签名卡，我运气不错呀，还让我中了一张签名卡。不行，我得再去找我二姐再要50张，一定要抽到30包黑钻版。二姐，能不能给我一点奥特曼卡片呀？先给你20张吧。20张？这20张不够呀。那这50张全给你吧。哎呀，50张够了，谢谢二姐。老板，来，这里是50张高等级卡片。哎呀，这50张还不赖，来，准备啊。好，现在开始摇了啊。好，选一个吧。点兵点将，点到谁就选谁，我偏偏要选这个。选这个是吧？来，自己看吧。黑钻版30包。怎么就一包杨艳版的补充包呀？哎呀，小伙伴们，这一回50张卡片运气又不好，只中了1包杨艳版。不知道里面的卡片怎么样？希望能来点好卡片吧。这都是什么卡呀？有一张 ST 卡，特烈级奥特曼，这张卡好像绝版了耶。UR 卡银河奥特曼也不错呀。这是，哇，XR 卡的赛罗奥特曼，这一回运气好了不少呀。上一回只拆到一张签名卡，这一回直接来3张超稀有卡。我还得再去找一下我3姐要点奥特曼卡片，咱们再来一轮。三姐，把这奥特曼卡片给我吧。那我全给你了。哎呀，好的，谢谢三姐。哇，老板，给你，再来一轮。这么多呀？好，来，摇晃一下，选吧。都选了大的，这回我拿小的。看看，这是个啥呀？小伙伴们，我抽中了这么个玩意儿，这我还头一次见呢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会有啥呀？哎呀，这个不简单呀，戴拿奥特曼签名卡，佐菲签名卡，哇，奥特曼签名卡，杰克奥特曼的签名卡，乔贝利爱怪兽的签名卡，全是签名卡呀！嗨，我太开心了，一下就抽中了5张签名卡。还玩吗你？哎呀，不玩的话就不要打扰我做生意嘛，真是的。哎，这个有蹊跷呀，老板，我全部都抽过了，怎么没看到了30包黑钻版呀？哎呀，你运气不好呗，你怪我干什么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